Introduction to the Ale. 中英最早天仙大道简介一和为天仙大道二道与有什么关系三楼道是什么自求对我什么好处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到六求到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一和为天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我若得去道开之就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序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也都有一定的法则各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在故曰先天大道理是真理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道即已存在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